于传统消费旺季的到来，本季度公司各项的业务呢均实现了健康的增长。对于美团二季度业绩，王兴这样表示。8月24日呢，美团发布了二季度财报以及半年报。财报显示呢，二季度美团实现了营收约680亿元，同比增长了33.4%，实现经营利润约47亿元。A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，净利润76.6亿元。今年上半年，美团实现营收1265.8亿元，净利润80.5亿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团二季度呢即时配送订单量呢同比增长了31.6%，至54亿单。攒购日订单量的峰值呢再次突破了1100万单，年活跃商家数同比增长了30%。实际上，美团的这份财报呢是相当的亮眼，因为呢不管是从营收的水平还是净利润水平，美团都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。且随着互联网行业走出谷底，美团新业务亏损呢也在收窄。财报显示，美团二季度新业务亏损呢已经收窄至52亿。要知道，2021年美团之所以出现巨额的亏损，主要呢就是因为新业务的亏损所致。今年以来，疫情的影响逐渐的减少，人们在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呢支出明显开始增多，这就导致了相关产业呢出现了报复性的反弹。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6509.4亿元，同比增长65.4%，成为增长最快的服务贸易领域。其中呢，我国的旅行出口445.5亿元，增长了52.4%，进口6063.9亿元，增长了66.4%。因此呢，在即时零售和吃住行游购娱等场景需求热度的带动下，美团的核心本地商业实现稳步增长。其中呢，二季度营收达到了512亿，同比增长了39.2%。感谢财经认为，美团二季度之所以呢能够交出如此亮丽的成绩单呢，主要是因为第一呢，受制于过去疫情的影响，国内旅游业呢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。因此呢，在此大背景下，酒旅业务呢肯定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。有相关统计显示，今年不少地方的酒店价格呢较去年同期已经是翻倍。因此呢，从这个角度而言，美团二季度的酒旅业务呢大幅增长也是在情理之中。财报显示，美团到店酒旅业务交易额呢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120%，年活跃商家数及年交易用户数呢亦创下了新高。第二，美团外卖业务持续的稳步的增长，这里呢包括了两块业务，一块呢是商家，另一块呢是消费者。消费者业务这块即时配送单量的增加呢也说明了问题，因为消费者对于零售的需求就大幅的反弹。因此呢，美团的外卖二季度新入驻的商家数量同比增长了也超过了1倍，这也是美团财报亮丽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第三，美团新业务减亏明显。第四呢，直播板块的发力。二季度呢，美团通过了用数字化营销手段助力实体商家获得客流。王兴表示，将继续的围绕零售加科技战略，满足用户日益多元化的消费需求，用科技推动本地商品零售及服务零售的效率提升。